大家好，非常欢迎我们的小朋友呢，是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。今天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神奇的这种粘墙软胶，或者是一个粘墙会爬墙的一些粘粘胶。这些是什么样的一个动物呢？哇哦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应该是一个小章鱼、小螃蟹和小青蛙，各种各样的一个形状。今天就是想跟我们的小朋友进行一个开箱的一个展示。然后比如说这边还有我们的小的鳄鱼、小的章鱼、小的螃蟹，哦，这里还有一个小鬼怪。我们等会儿呢都会把它粘在我们的床上，粘在我们的墙上。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边呢进行一个旋转，比如说呢如果把它放到我们的桌子上的话呢，它就会直接就是粘在那边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呢，是一个红色的，这个像小猴子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像我们的小鳄鱼，特别的黏。Oops， 可以把它拉开来，非常可爱。我们可以把它甩在墙上，哈哈，是不是特别的可爱？哎呀，特别的有趣。粘在墙上的是特别的黏。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呢都粘在我们的墙上试一下。好了，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个小的视频。如果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，或者是直接可以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。这样的话呢，每周最新推出来视频，你就能有一个消息的提醒。不要忘了给我们留言，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